还不治疗伤势，莫非就是那妖人？再对妖魔发号施令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先解决眼前这只妖魔。差一点了，速速解决！ 您是否要稍事休息？妾身救了您，想当已经恩将仇报，很好。既然你难忘姑苏，那妾身便奉陪到底。不可成匹夫之勇。不成夫之。 之仇，千万别恨我！两下子抓住头，还想反抗？今日冒犯天子，与君反叛，如此大胆！